你是说你前脚刚跟他说完，他后脚就跑到总队去给你把照片拍回来了？不是专程给我拍的，是他去总队办事儿，顺便给我拍了两张。巧合的发生，总是孕育着巨大的隐情。瞎说什么呀？想知道张梦一为什么没有联系你吗？为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看到没有，女人。张梦一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穿着军装的女人。哎呀，危险呐！张梦，你这是没事找事，你说是不是没事找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不觉得有什么事儿。富强他本来就傲，这下赢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指不定怎么得意呢。你是不想让他得意呢，还是不想让他挑战下去？我是不想让他胡作非为，任性的胡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将来的工作是干什么？抢险、救灾，什么擒拿格斗，他们根本都用不上。再说了，现在什么时期啊？你想想，现在什么时期？新兵三个月打基础的时候，现在不捋顺了，将来到了中队没法归拢。人又不是物件，你想归拢的时候也得考虑他的情绪和心理接受度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以后跟我讲话不要老是什么心理啊，什么情绪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对基层战士比你了解。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现在还不是战士，他们需要成长，你也一样。我我在这儿成长。哼，咔。我记得十分钟之前你就说你要走，在这儿，剧情太精彩，没舍得走。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，跟耍猴一样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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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走，送我走。别捣乱。江策同志，以后我的兵的工作我来安排，你有什么想法必须跟我商量。那得看我的心情。另外，我还要好心提醒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个兵，千万别放在脸上。尤其对他的表扬更要慎重。表扬也不行，因为不合时宜、不看场合的表扬只会平添他的困扰，你不懂。我送你，我送你，走。一般他这样的时候说明他听懂你的意思了。行了，他怎么说你就听着，怎么做不还在你吗？你说我是不是真不应该在富强面前说他不如牛分进，这样把牛分进当成了活靶子？这有什么呀，我们经常被大队长拿过来当你的活靶子。他俩能跟咱俩比吗？怎么就不能比了？咱俩不也是从他俩那时候过来的？哎，不说别的，就刚才富强在操场上那个表现，你看了不觉得有种照镜子的感觉吗？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人呐，总是下意识的讨厌跟自己相像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的青春期比他靠谱多了。靠谱吗？不靠谱吗？你那个时候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报应？你觉得是报应啊？那咱俩换换，你来防火哥，我来带新兵，换不换？换不换？来来拉拉倒。不想换就对了，毕竟能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塑造一个人，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，足以抵消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艰辛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看来你比我乐观。那是因为你太悲观了。不过正是因为你的悲观，可以让你时刻保持警醒，所以悲观对你而言未必不好。你也不用因为你容易悲观这件事儿持过于悲观的态度。绕口令说的真好，能听懂就好了。走了，哎，老谢，等新训结束了，我去找大队长跟他说，调你到特勤中队来当指导员。哎，
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觉得咱俩应该搭班子干点事儿。管好你自己再说吧。走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简直比打通宵游戏还累。是，你也没上场，你累什么呀？我在你旁边拼命的呐喊，你没听到？要不是我气壮山河的几嗓门唤醒了你这头沉睡的雄狮，最后指不定谁赢谁呢，对吧，战友们？有真劲儿！别在屋里拍，你要拍出去拍，满屋子都是灰。这灰哪儿都有，可是就不能在我身上。我不有洁癖吗？得了吧你，以后咱摸爬滚打机会多了去了，看那会儿还洁个屁！我就洁癖。来，富强，给我弹点后面啊，够不到。来，是这里。班长，班长好。来，蔡娘娘，我给你弹弹灰。成了。好了，别闹了。今天大家训练都辛苦了啊！一会儿电话室开放，有需要的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哎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妈，妈，哎，妈，我给你嗨一段啊，妈，妈，你听好啊。喂，是我啊，妈，听到没有？喂，我是富强。你好吗，姚月？哦，我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下午全连大比武，我代表我们班出战。直接把隔壁班那小子干翻在地上，我现在在新兵连也算是风云人物了，好多人崇拜我呀。哎，像我这么低调的人，实在有些不适应。我是想跟你说，我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救火英雄。你等着瞧吧。喂。我在听。小月，你能给我寄张照片吗？好的。好的，谢谢。都挺好的啊。我去，什么情况呀？啊，言情剧看多了吧你？老蔡刚刚家里打完电话，还没缓过劲儿来。不至于吧，老蔡，不就是打个电话吗？干嘛这么哭哭啼啼的呢？啊，这样吧，你别叫老蔡了，您改叫蔡娘娘好了。谁是娘娘啊？我纯爷们儿，我就别大声，你是纯爷们儿。你干什么呀？帮你接着点，一会儿自个儿干了这杯情深意重。富强，你就一点都不想你爸妈？想啊，不过我想的可能跟你们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我想他们的话。不懂了吧？
想他们的坏，想着想着，你就可以忘了想家的感觉，心情顿时好了起来。我的父母就特别坏，从小逼着我吃鸡蛋、喝牛奶，闻那味儿我都恶心。所以，我来当兵，就是为了逃脱他们的魔爪。我爸妈也特别坏，因为我跟丁贼似的，我人都在这儿了，他成天担心我跑出去上网吧，担心的每天晚上都失眠，刚才电话里不停的跟我絮叨，害我都换了多少电话费。他们真是太坏了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把汽水拿出来，跟我一起说，我爸妈太坏了，我爸妈太坏了，很好，我一点也不想家，我一点都不想家，运上丹田气，我一点也不难受，我一点都不难受，没有他们，我能活得更好，没有。他们好不了。班长，哎呀，我来看看啊，这都哭了几个呀？啊？我没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没哭，你是所有新兵里边唯一一个打完电话笑着跑完宿舍的。我乐意。行，可是我有一条啊，不管是哭也好，笑也好，今天晚上熄灯，必须按时睡觉，准备明天的训练。听清楚了吗？是是是。班长，能不能让我爸妈过来看看我呀？我再给你放个3-5天的探亲假。真的？假的？我知道，你们都想家，想父母，但是想也没有用啊，这里是部队。你们之前呢，有很多人都经历过，你们之后也有新人来经历，所以你们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总会经历，也总能过去。等到什么时候，你们觉得训练不那么苦了，当兵不那么累了，甚至忘了去想家的时候，也就离回家的日子近了。其实很快，真的。寒风飘飘落叶，军队是一只绿花，亲爱的战友，你不要想家，不要想妈妈。生活日夜呼唤，多少句心里话，我与你别是两个泪花，不要想妈妈。都睡觉吧。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久了，
说说怎么回事？他把我盆打翻了，他往我身上泼水，他还骂大牛是孬种，他就是孬种，我骂他怎么了？散开吧，都散开！给我找连长去。罗班长，算了吧，你给我闭嘴，这没你的事儿，其他人不管不管。凭什么我一个人去？李刚也动手，他为什么不去？来了来了。罗班长，怎么着，想给我们的战士开小灶啊？我今儿值班，你们兵在这闹事儿，我只能让他们到门口凉快点。你们班的人也动手了，凭什么不罚他们呀？你闭嘴，富强。罗班长，这事儿你看着处理，要么一碗水端平，要么等我值班的时候也让您班的战士在外边等着吃剩饭啊。什么叫一碗水端平？你别跟我这装孙护犊子，我告诉你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兵在闹事。报告，今天这个事儿是个意外，富强他没有骂我，打翻水他确实也不是故意的。班长，您就别再追究了，吃饭去，听见没有？是是。站住！班长，罗班长，谁带的兵谁管。如果你想给我当板副，自己跟连长请示去，别在这儿装犊子。我孙彤不吃这一套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刚刚发生了新训以来第一桩打架斗殴事件，我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桩。你们才来多久啊？啊，就给我来这一套，丢不丢人？说到底，那就是脑子里缺少了纪律这根弦儿，才会用拳头去解决问题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，谁英雄谁好汉，咱们训练场上见，私下里打架斗狠的那都是孬种。不过今后如果有老兵摆明了以大欺小，公报私仇，你们也不用害怕，尽管去争，争赢了我孙彤保你们，争输了就别说是我孙彤的病。好，富强，到。不用我提醒你了吧？把班里分军全部打扫一遍，外加两千字检查。孬种！孬种！哎，我在骂你呢，没听见吗？对，我就是孬种。刚才为什么帮？我没帮你，我在帮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都说了吗？咱们俩不一样，你习惯了任性，我习惯了忍。别把自己受那么委屈。我不委屈啊，忍耐让我觉得更加安全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也不会懂。我真的不懂。你说你喜欢忍耐，你觉得忍耐安全？结果你得罪了自己的班长，牛奋进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啊？这样，我出100块钱，
你告诉我，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我真的好好奇啊。我给你300，你别在这跟我较劲了，行吗？400，说，我洗耳恭听。我出475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成交。拿上来，拿上来。你有钱吗你？牛粪鸡，你拿出来！哟，还掏出来，装了个针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你没资格问。其他人呢？在盥洗室洗衣服。对不起啊，李干，我来帮你抄吧。我妈常说，人要分好歹，吃远近。你何必为了那个小子，弄得自己里外都不是人呢？我要跟你说，我既烦他，但又怕他。他让我特别讨厌我自己，你信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听过浮士德的故事吗？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人被恶魔所引诱，他们之间签了一份协议，恶魔答应满足他所有的条件，但前提是他必须要交出自己的灵魂。以前觉得这个故事很扯，可后来慢慢发现，好像只有很扯的故事才能匹配我们的真实生活了。你想成为那个人？我想成为那个恶魔，那个制定规则的恶魔。太热，没有人会上你的当的。你呀，就顶多作为一个口是心非的冤大头。真可惜啊，来半场。的地址吧，我就知道我女儿啊，真行。妈，好疼呐！哎，你呀，问问富强缺什么，给他寄过去。富强这孩子吧，你别看他家里有钱，其实啊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缺的就是爱。你要对他好一点啊，他能记住你的。那行啊，那我就分他一点母爱呗。行，等他进我们的家门啊，我都把母爱全给他。妈，真是的，叠的不错，重新叠一遍吧。富强，富强，你不来练练啊？没兴趣。回头展开内务，你又不喝。你在看啥呢？
能看啥呀？哎，我说富强，那女神的照片到底记没记啊？他说记，就一定会记。他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上帝让你等一等，是为了给你更好的东西。等一等，我看你都快等成忘机啊！哎，哥有妻可望，你有吗？谁说没想到啊？我告诉你，富强，我就是不想要。我要是想要，我早就那……算了，和尚庙里想你我，不是想也白想。哎，什么来了？富强的女神。啊，能走下来了？被子叠好了没有？叠好了，叠好了，欢迎您检查。好，我一会儿可去看啊。哎，班长，沉吗？我来帮你。富强，富强，你被子还没叠好了，叠你被子去啊，班长。哟，蔡娘娘，您身子骨受得了吗？我怕您搬不动呢。我有巴特啊，巴特上。上什么呀？班长，那是我的分内事。来吧，都站好了，回去立着。哎呀啊！那你们一个个的小眼神啊，绿的跟狼似的，朝思暮想很久了吧？想不想要？想。大点声。想。想要啊？哎呀，那得连长法话才行啊！啊？那班长。哎哎哎！干嘛？哎呀，不，你们搬的东西不少啊，贼拉沉。蔡文秀到，这最大个的是你的吧？是我的，我站这儿，别动。防晒霜、零食，还有钱，对吧？连长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下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声再大一点儿，你这妈宝三件套就成了咱新兵连人尽皆知的秘密了。好了，不说那么多废话了，来，觉得自个儿有信的都进来。咱们今天玩个新游戏啊，你觉得自个儿有信，站出来，做俯卧撑，50个起步。觉得自己有两峰的，加50个。你要是不站出来，被我发现有信的，那对不起，你得做100个。要是不做，那好办，我把这信呢，当着大伙的面，咱们念一念，看看有几个小秘密啊。吃的呢，起步就100个。要是不做，对不起了，东西给大家分了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转移阵地。好嘞。班长，蔡文秀到。你这个包裹打算怎么处理啊？连长，就把它给我吧。这么大个包裹，全是吃的吧？啊，那不是多，它是相当的多呀。100个俯卧撑，拿走。我有点悬。连长，能不能给我打一个35折啊？放屁！你以为是超级市场？训了快2个月了，连100个俯卧撑都做不到，你还想吃？喝西北风吗？连长，我最多只能做50个。哎呀，连长，你消消气儿啊，他肯定做不了的，咱就直接把东西给其他战士分了，正好补充补充体力了。李班长，走，交给你了。好嘞。哎，别！连长，我再加20个，70个总能行了吧？拿走，拿走！哎，连长，100个，就100个吧。看10吧。
思就那么枯燥？你又不是没站过，很烦的。你别说他们了，就是我这个法号使令的，练到现在我都有点烦了。烦也得练呐，咱们不都这么过来的吗？你可他们现在恨咱们，不能让将来他们怨咱们。哎呀，怎么练？什么怎么练呢？现在的小孩那头脑灵活，鬼点子多，吃苦耐劳的精神啊，那不比咱们那个时候了。如果我们要是非逼着他们练吧，哎，一口一个反问你为什么，烦着呢。那就不逼着他们练，让他自己啊求着咱们练。你做梦呢吧你啊。你不相信是吧？好，明天就从你们班开始，等着瞧吧。不是尊，哎，胜利在望了，加油啊！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加油！这是干嘛呢？爹，要是不行的说一声啊，我把你的信和包裹直接寄回去。不错，不错完了。50个，150个，你有那么多信吗？我的隐私，不想和别人分享。报告，我也做完了，自己拿。什么事儿？也就是说，他们只有做完佛称才能拿到自己的信件跟包裹。对。谁的主意？我的。好主意吧？这个规矩适用于所有人，对吧？任何人都不例外。那就好。坚持住！快点，最后几个。为什么没有我的信？气死！怎么样？祝贺你啊，100个俯卧撑，我说你这体力也不差呀，怎么端腿2分钟就不行了？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好嘞，勇夫拿着。哎，连长，你多赏赏我啊！我赏你2巴掌。好，歇着吧。警长，去，全部给。都麻利点啊，把邮寄的东西都给我打开。什么东西啊？是内裤。怎么不拿出来啊？我怕你弄脏了。够艳的啊！我属牛，犯太岁。都是内裤啊？啊。你们家不是槟城的吧？啊，那怎么包裹从槟城寄过来的呀？我叔叔寄的，他在槟城给人家打工。收起来吧。哎呀，你搞什么搞啊？别动啊，临时！我不做好了100个俯卧撑了吗？这是连长的规矩，咱的规矩是有吗？娃娃说了，吃足食啊，会肚子疼的。就是，副长，哎，别抢，哎，抢，别抢，你给我，哎，咱们去。
吃点薯条吧。哎呦，别难过了，反正你到这里两年，女神早跟别人跑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，反正就是嘛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呀就想开点啊。富强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追呀，走。富强，富强，绕开！你们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又想当逃兵？新兵不允许擅自行动，这点规矩你不知道吗？我要去找他。谁？他的女神。他答应给我寄照片了，我要去问个明白。就你现在这副臭德行，你去找人家，你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怎么了？富强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选择的路，就是跪着，你也把它走完。要是离开这儿，你就是孙班长手下第一个逃兵，史无前例。顶着这个头衔，就算迈出这道门，你也是个失败者。以后就别妄谈什么理想，更别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不信。好啊，咱们试试，都别拦着他。走吧。一班都有，全体给我互相检查内务，解散。是是。吓我一跳！如果他不是众目睽睽之下做了150个俯卧撑，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而你，原本可以不让他那么丢脸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大家都可以遵守，他为什么要例外？说得好。我的信怎么会在你那儿啊？我助人为乐，不做俯卧撑了。所以呢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对于血性弱的人来说，你逼一逼他可能事半功倍；可是对于太骄傲的人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相反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的方式，他们最喜欢。比如你，比如富强。不过张梦一，我得提醒你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你得好好想个办法。如何驯服这批猎狼？谢参谋。我穿上最帅的制服，神龙活虎，吸引了多少注目和仰慕。可箭在弦上，怎么还有功夫炫酷？我用上最快的速度呼啸奔赴，每次跑下个人生死荣辱，只想让危险就在我面前止步。这一扇铁骨宛如云梯擎天柱，滚滚浓烟毒雾
和兄弟就会满足。